好，我是小安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今天就是我过生日了。阿姨给我买了一个漂亮的蛋糕。哇，好漂亮，是个圆圆的小公主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一共三根蜡烛，大家猜猜小韩几岁了？三岁。又是好多人跟小韩庆祝，这边大姨，这边姥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庭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许个愿吧，小韩。许愿，吹上蜡烛。生日快乐，宝贝。哎，生日快乐。太足了。哎，生日快乐，宝贝。你俩说生日快乐呀。小爱今天又收到什么礼物了？这是我班同学的送我的一个贺卡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别纸啊，别的衣服上的。嗯，还有变色手链，根据体温它会变色。手链也好看，小爱心。哎呦，今天生日过不错呀，这都送你礼物了，那我的礼物你要不要啊？要啊。那你能找着我就给你啊。你的脸这么多，脱下我那一团衣服留点味儿，我说留点，你说不是的。嗯，我说臭脚丫味儿啊。三十。当当当当，这才是我的正式礼物。你开吧。哇，你们全部都好吃的。哇，喵子兰都买了吧？整做链子了啊、哦。没有事情。接下来。哇塞，果冻。好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奶糖。看着吧。抽，往出抽。这条字儿。啊，祝我的宝贝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嗯，我还是我公主。这。哇。嗯，这咋还有钱呢？哇，哇塞，怎么样？太棒了，谢谢妈妈，耶！吃一个这个，可以可以。嗯，好吃，就像那个果糕似的。小伙伴们，我的生日真的太开心了，你们有跟我同样的生日吗？欢迎评论出来哟，也在这里祝我跟我同天的生日快乐。